我是硕士高材生，公关系毕业，还拿了一堆奖。所以你胸部小一点，但你自我感觉良好，拿下他们。我天生丽质，才貌双全。我希望你不要被那种毫无来由的赞美冲昏头脑。不设圈套，生活多无聊啊！这样子公关节不是一下子热闹起来了？老实说，我不在乎是不是林沐峰来拍片子，但今天我在乎。 南亚公关所有员工都会签份协议，被裁员之后终身不允许进入公关界。创意部，哪个美女背后没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呢？姓何的，光天化日之下勾引良家妇女，勾引有夫之妇，破坏他人家庭和谐和社会的长久治安，我以人民的名义鄙视你的行为，再见。 分享我们的幸福时光，我终于找到我的好同志了。好看吗？没你好看。吕笑笑，双口吕，微笑的笑。怎么那么土啊？ 如果我的名字能让你笑，那也挺好的。吕笑笑，两张嘴巴在笑。嘿，哎，哇，哇！你是来面试的吧？回家洗洗睡去了。你没戏。我说你一个推清洁车的男人，话怎么这么多？行不行？试了才知道。你要干嘛？由我来面试，你就行了。卓源，琅琊公关公司清洁工。 总有一直看不见的手在我的背后一路推着我，把我推进琅琊。我猜我一定能进琅琊公关，不管面试怎么样，我都能进来。小妹妹，你又在错误的时间、错的地点、做了错误的事情。今天呢，是青阳和琅琊公关正式签约成为战略伙伴的日子。我在感叹这个上帝似乎无时不在，而且就在我背后。 你来这里干嘛？赶紧走！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。我们要靠这个女孩救命了。我们一定要是说成我们刻意安排的。为什么要靠这个女孩才能够引导舆论呢？在所有人都惊慌失措的时候。 就他一个人对着镜头微笑，你不会是想要他？没错，取你而代之。从现在起，你要开始适应大公司的生活。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这个办公室全部都是你的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琅琊公关的执行创意总监，你现在是 VIP。我想留下来，继续寻找上帝之手。 我有则预感，刚才那电话是上帝之手打来的。既然他对你了如指掌，那他肯定知道你来游乐场的第一站就是这里。我本来是一打酱油的，印象上被你们抓来坐满汉全席，好歹我们也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吧。你居然跟客户部组建站在同一个立场上，这样对我来说是一种背叛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兰亭斯还没让大家过瘾，他们正准备借题发挥呢，我们现在推出卡纳迪，不就等于撞枪口吗？ 你总是被以前的经验所束缚，永远都创造不出来奇迹。你不要成天满脑子都奇迹，奇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等于赌博，你知道吗？我坚持我的想法。很不幸 ，You're involved in company politics。 把这个交给姚总。我们原本给青阳设计的方案被 Cherry 给修改了。什么？你就是 Cherry。 马嘉莉肯定会跟他吵得鸡飞狗跳的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是我在跟进的？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意见？我是执行创意总监，我有权做决定。况且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。马嘉莉，有时连我都有点怕他。你被下套了，因为你抢了我的风头。照理说，
我凯莉是要大闹天宫的，他们巴不得我这个大炮筒呢跟你干一架，也许他们正在外面偷听呢。回去告诉你主子，我马嘉丽是吕笑笑表姐，她来了就不走了。谢谢上帝之手一直在引导我，我想试一下我的密码。密码今天真的是我生日。诺星公关要跟我们打官司。你从来不知道诺星公关做过这个创意吗？可我在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朱丽爷就已经同意策划案的创意了。编号五的文件就是预案，一定被朱丽爷拿走了。你很聪明，公司正直，各归其位，地球终于都回到轨道上了。货是你收的吧？你是怎么做事情的？我不在你就出乱子，怎么叫你都叫不会。价值80,000多元的赠品，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啊。这像有从地狱下到炼狱的感觉了吧。离开吕笑笑，为了他好也为了你好，你就为了这个东西不见我吗？没有人喜欢被人摆布，受人安排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想要干什么？哎，笑笑，别动我，别动我！什么这个手那个手，看不见摸不见的手都在控制我，你也想跟他们一样控制我骗我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发短消息给上帝之手了，我要见他，如果他不肯见我的话，我就从这跳下去。你的过去就藏在这里面，你敢进去吗？木偶的操控者有没有想过木偶的心情？你就是上帝之手。你一点都不喜欢，不怀念那种感觉吗？还算喜欢，有大房子住，有车接车送，每天不管去哪儿，身边都有一群为你服务的人，那简直就是我的巅峰。那就再去找回那种感觉吧。一无所有的来找你，你愿意接受我吗？就算难免会遇上风雨，从不会放弃前进的勇气。今天起我要释放潜力，突破自己，我会让我的精彩人生无与伦比。要对每段经历去珍惜，要让每分每秒有意义，经得起磨砺才会有机。你爱上他了，喜欢吗？两个嘴巴笑，请你嫁给我。推开窗，拥抱氧气，自由呼吸。懂梦想之意，每一天我都会充满生命力。有天我会春风得意，扬眉吐气。我的知己，请给我鼓励。今天起我要释放潜力，突破自己，我会让我的完美人生无懈可击。就算前路充满了荆棘，就算难免会遇上风雨，从不会放弃前进的勇气。今天起我要释放潜力，突破自己，我会